嗨，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回到 This is the Police。今天就继续上班吧。最后的十天，最后十天了。整天没睡觉，太累了，走不直了，回家休息。动物收容所，葬礼。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人手其实还蛮多的。意图谋杀。意图谋杀几个人？五名男子。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七个人好了。接下来需要警探工作，先把他们的工作暂停一下。这样子才对。首先，这里要三个人。玻璃工，这里只要一个人。一个人的话派他，然后三个人。虐待动物，三个人，派两个人去。屠杀。瓦冰场酒店，人手不足，来得及回来吗？来得及吗？哦，是假的，没有饲养长颈鹿，这来不及了。这个来不及了，那就看一下。棒棒，意图谋杀吗？意图谋杀的话就一二三四五五个人，聚众斗殴，剧烈冲突，可以再稍等一下吗？榨干了我所有的钱，官司还是输了，没有残障福利，我要怎么活？轮椅男子一边愤怒的摆弄打火机，一边发牢骚。命令围观人群散去，丢了出去，汽油弹丢了出去，朝轮椅男子开枪。最后两秒，聚众斗殴，剧烈冲突，到底要怎么办？这样子可以吗？我是不太确定。致命武器故意伤害，这也要稍等了。可疑人士，女子报警，跟踪，这个就没办法了，又遇害了，糟糕！这个不理他，这里派三个人，支援两个人，可疑人士抓到了，持械抢劫。这要等人回来才行，应该没那么快。聚众斗殴，看情况吧，哪里人手够就去。纵火报告，获得三张新图片。总共要几张？四张吗？我看一下哦。噼里啪啦的噪音，看到烟，已经到家了。我刚出门碰到了罗纳德·舍曼，
前夫，争吵不休，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讲解？背着一个大包，是红衣服吗？还嘟囔几句，红毛衣。火灾起源于一个是满催化剂的塑料桶，塑料桶从外面扔上窗户，所以其实少了。今天的调查都是假的吗？聚众都两边都来不及吗？完蛋了！哦，这是假的，这个应该就是来不及了。看一下图集，新的昆蒂诺曼奇尼，他们让我换更耐用的玻璃，因为一场冰雹把大部分玻璃都砸碎了。我们这不常有那么严重的灾害，听说冰雹还砸中一头奶牛的脑袋。所以要换意大利玻璃，意大利玻璃换成防弹玻璃吗？所以这边什么只有爆炸才能穿过这些玻璃？他说的是在哪里？正门外的几扇玻璃窗户。正门吗？玻璃窗户这里吗？所以说，看来从正面突破应该有点困难。接下来这位是我从朋友介绍我来这里工作，他说在这里工作不错，小费多，老板待人也好，小费的确丰厚，整体工作环境都很好。只是我对沙菲实在没有什么好感，他眼神总让我觉得刻薄无情。我才来这里工作没多久，但我讨厌门口的台阶，你得像沼泽里的苍鹭一样抬起腿，不然就得摔跤。门廊也太狭窄了，就算斜着拿托盘都没有办法挤过去。有个女服务生想试试，最后把餐盘上的东西全打翻在地。沙菲先生听到响动就出来了，下楼的笑道：“小姐，你可有个小姐的样子啊？”台阶，这个台阶吗？不太懂。接下来就下班吧。又过了一天了，到172天了。172天没有上班，没有上班，亲戚又请假，好多请假的。财政预算，接下来要怎么做？财政预算，请假的先砍掉吧。这里人手不够。毒品交易，在成交白粉，卡车翻了。我觉得它会不会是面粉啊？总觉得有可能是面粉。如何？果然，至少不是真的毒药。四名持枪男子进入维奥拉。哦，四名吗？这也有新的屠杀。屠杀，这样的话，1、2、3、4、5，
然后四个人不知道可不可以挑战一下。一个孩子躺在地上哭，三名男子在房中搜索，另外有一名男子正朝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挥舞手中的枪和一叠皱巴巴的纸。把该男子按到地上，文件全是手写的，鞋垫的章没有法律效力。逮捕所有人，全部逮捕，这样比较快。拒绝屠杀，成功了。这新的杀人八爪鱼饭店。哦，先看纵火侦查案件，应该是这个吗？先这样，管是这样。接下来一二三四五，要特警，如果没特警会怎样吗？算了，不能为了解这个任务就这样，不能罔顾他们的生命安全。支援。成功了吗？成功了，下班。173天。继续走。镜子打碎了，把电开到车里去修。明天上班。薪水。接下来13个这样子。玻璃堡中央火车站没兴趣，现在对这个绿色都没什么兴趣。突击看一下马夫，下了晚班后偶尔看到有人把垃圾袋扔进一个餐厅附近的容器里，拐角处能听到噪音。我翻过篱笆，从窗户里看到了上帝的脸。墙开始忽隐忽现，甚至慢慢消失。有个声音唤我进去，我特别害怕，跪下来祈祷。我老板听说这事以后，却哈哈大笑，还说我是因为闻过太多马粪产生的幻觉。穿墙？哪里？餐厅附近的容器可以穿墙？什么？餐厅附近的容器？怎么越看越不懂？越看越不懂了。吸毒，吸食大麻，服用药品。看一下，这样人手应该够吧？等一下。留一些人。抓到了，拿到大麻了。恐怖威胁，炸药吗？ 是真的假的？有很多人，一名工友正在拖地，没看到有猫，有没有看到？先疏散好了。真的绑着东西，慢慢靠近猫。哦，好险好险。
来不及哦，反正还好是假的，哈哈。下班了，总觉得这几天的案件好像蛮少的，是我的错觉吗？嗯，174天嘞，好快哦！再剩6天没有上班。画廊，明天全部都叫他明天来好了。读葛医院吗？那个威廉姆斯真的好喜欢请假，真是的。纵火要去哪里抓人呢？这里又来不及了。汽车旅馆，好吧，决定了。就是这样。聚众斗殴，没关系，全派，全派吧。抓到了吗？抓到了。拒绝。非自动武器。意图谋杀，邪恶分身溜进我家，他要害死我，取代我。邪恶分身，我怎么觉得这是像假的？可以不理他吗？我来帮他处理这个吗？1、2、3、4、5。意图谋杀，果然是假的。毁坏财物，剩下4个人，拿到钱了，多聘请一个警探好了，安排在明天。那个是 B 班吧，安排到 B 班。逃脱了，杀人报告，3张图片不够。打扑克不要，下班。我不缺钱，所以我要下班了。要先拒绝吗？下班。接下来175天了。太累了，好吧，休息吧。亲戚，请假的也蛮多的。有一些有种惯性请假的感觉。假超印制，好像不容易，所以多拍一些人吧。斗殴，肢体冲突，这三个不知道，还是等一下好了。需要支援。来不及解决了，还好只是逃脱而已，没有人死亡，突击成功。我看一下，主管，我们公司主管，银行金库加固，不设面向居民区的服务，我们用质量最好的比例拾货。原材料成本极高，只有大公司才付得起。不过6个月之前，沙菲先生雇了我们，雇了，所以雇了他们。
让他们加固他的建筑，要求做到坚不可摧。哦，坚不可摧啊，看来越来越麻烦了。接下来噪音扰民，假钞印制成功，来得及吗？我按到了，这样子。危险驾驶，好吧，就这样。报告，成年礼，杀人报告，新的三张图片，右手被砍断，胸部有三个弹孔，邻居常和一个面目狰狞的强壮女人在一起，这个吗？两人总是大声争吵，脖上有 AK-47 的纹身，怎么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看一下，只看到后来来了一个男人，腰间别着一把枪，上了一辆豪华轿车，这个吗？他看起来像个男人，但头发很长，谁知道是男是女，所以不太确定。看奇怪的人争吵，戴着头巾，还拄着拐杖。什么奇怪的情况？还活着的时候砍下来的，伤口边缘平整，表面一刀到位，膝盖后窝的淤青是硬物。好像不太懂。这样是什么情况？是活的，还是车子是最后面啊？哦，真的是最后面，我还以为是在前面。危险驾驶。接下来要派两个人。每次怎么一直按错？就你们两个了。接下来抓到了，结案，下班。哇，最后的五天，最后剩五天了，警察好像有点对我不满。之后我应该下一次就结束了。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如果任何想对我说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